到的新娘子是长一个样子，然后就是戴帽肩背，孝顺父母，用口的汗水，然后他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然后让我觉得不会再好了，完美。我认识新娘子是几年，是老朋友，从朋友面前。说就这四年的真的交往这四年的时间，然后觉得这四年好像咻一下就过去了，但是仔细想想又经过很多很精彩的部分，那之前的报告都讲过了，那希望呢在婚后呢也可以就是都希望能够感受情况有没有没有没有直接他的前阵他做这个画展的时候，就是在画展这么忙的时候，他还是坚持为鲨鱼而忙，对，就是每天都忙到很晚，我也是，然后呢我也在忙那个演唱会，结果他忽然有一天早上5:30把我摇起来，干嘛？他说为鲨鱼而跑，他跑什么？然后我就载他到河滨的那个起跑点，这样就真的跑了，然后我就真的在车上睡着了，这样完了以后我又开始准备去彩排，然后他又准备去办画展。我们家是非常执行垃圾环保分类的一个家庭，跟塑胶比绝对不会跟铁罐放在一起，管得住。目前就是说与歌迷合照，双手交叉放在这个身前，不可以就是搂着歌迷拍照呢。这因为我算接得缓慢，前面算有整过多少人，今天有点害怕。希望马国贤跟王海，还有傅俊佩，昔日的王海儿战友，能够善尽他们的责任，不要在那边要我说要挡球的时候就跑掉了。王彩华，吴趣文林之前，然后也当过顺哥的，侯中康的，都还在。真终于轮到我的记录还没有被打破过，所以大家说不能当三次伴郎以上，我应该要破除这个魔咒。对，而且我昨天上，因为昨天才知道有直播，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上了看了那个，去看了那个之前直播的艺人的婚姻下场都不太好。我们希望也能够打破这个魔咒，这样。对。因为爸爸，给你爸爸人带去住，他儿子，所以。尽量都以家人在的地方会比较好一点。有一点啊、哦，你是不是抓太紧？因为其实紧，我也很紧张。哎，对，那谢谢今天大家，然后让我这个又有巨星的感觉，真的。谢谢大家。